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我们这会儿呢就到了这个于田县。到于田县这边呢，有位网友呢一直在约我们，然后呢我们在这等一会儿，他马上就过来了。其实吧，一直都是他在等我们，我们在路上所稍微耽搁了点时间，有些测速啊，所以说跑得比较慢。等会儿就见到他了，我等着急了吧，等辛苦了都。马上快上班了吧，你们都？我上班，下午和其他老师调课了。又调了？对。哦，行吧。哎呀，我们这一路进来走过来以后，对，这边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检查一下。对，就是的。我们是到这边以后，在县城里面大概拍一些，然后这不是你不是在这吗？然后和你见面，完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我们地图上面合个影，留个字，留个您的名字，然后我们再合个影，就这样，好吧？好。我们现在搬到阿克苏市里边了。哦，市里面。我搬到市里面去了。到和田要路过阿克苏。到和田要路过阿克苏，对，必须要路过的。哎，对呢，干。你是哪的老家？安徽。安徽的。安徽哪？安徽合肥那边。安徽合肥，好行，来，我们俩把这个拿上。遇见新疆的你，我在和田地区田县，大美新疆欢迎你。你的安徽从这边来几年了？我是这快一年了。快一年了。那你觉得我们这边咋样？还行吧。可以啊。维语你也会说一些？维语也会说，因为小的时候就在那个啥嘛，小的就在乡下嘛，旁边就是维族人，房子后边就是维族人，所以说维语还是会一些的。走哪都交流应该没问题的。能听得懂他们说话，他们要说的深一点了，那我就听不懂了。但是大概意思能听懂，说不出来有些。就这样，你先聊你的，咱们到时候电话经常联系，微信也有的吧？啊，对。到时候我再到和田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系，好不好？行。我们现在在于田县的这个路上啊，你看我身后呢就是天津市实习支教大学生公寓啊，这非常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去查。广大顾客朋友，我是一名聋哑人，请您用您的爱心帮助我们残疾人，您的爱心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的出路。好，好，给。那能不能那个啥，手机支付？可以啊，可以手机支付就行，可以手机支付就行。这个好，好嘞，手机支付了，好。刚刚我在这个介绍这栋楼的时候，有一位聋哑人呢，拿了个单子过来，上面写的是一个爱心捐助的一个。然后呢，我口袋里没有带现金，现金钱包扔车里边了，只有手机了。然后就我说能不能用二维码扫一下，有没有手机或者说微信支付一下？他说，当即就转出来了二维码，支付宝和微信二维码。然后呢，我就给他转了。其实呢，哥们有一颗善良的心，知道吧？再一个，我们再回归原主题啊，到这边。在我对面了，那就是天津市实习支教大学生公寓啊。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就看到了。再一个，我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教大学生对我们那个新疆的教育事业的一些帮助与支持啊，非常感谢。一首情歌带来幸福的方向，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